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 ready to roll。七零的年代，不过我最 high， 历史孤僻，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只有 fu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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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能酷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爆炸头在往前冲，左右摇摆，想象一直神功。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。